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今天我们要谈的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那就是外遇问题。那么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男女的交往越来越自由，外遇的情形也越来越多，甚至呢已经演变成婚姻的头号杀手。那么外遇问题为什么会那么多呢？怎么样解决？佛法在这方面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指点呢？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法师，的确现在外遇的现象非常非常多，不晓得是不是也有很多弟子啊有这方面的问题来请教您呢？这是外遇的问题本身呢、不是今天才有的，只要有人的社会，只要有男女的关系，就有外遇的问题。在过去叫做红杏出墙啊，那是女的，但是男的在外面叫做逢场作戏啊，那就是外遇。所以外遇这种问题呢，到现在为什么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呢，就是社交工作多啊，比过去啊更繁更杂，而且呢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啊更多，更呢开放。如果心中稍微有一点点的在家里边好像不如意，或者是对配偶啊产生一点呢反感，那么在外边遇到了一个男的或者是女的呀，就会产生一些异样的感觉出来，就觉得太太好像不如这个女孩子好或者我的先生没有这个男孩子那么亲切那么体贴，他会感觉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啊，这个外遇的这个火苗已经开始长了。可是不少男性啊，他常常就说这是逢场作戏嘛，你何必认真呢，甚至怪自己的太太太会吃醋了那么是真的不该认真吗？有一个先生呢，因为他的太太是我的皈依弟子啊，因为他的先生不仅仅是有外遇，而且有两个，因此太太呢就是非常的痛苦，而常常给先生吵架。结果先生来找我了，他说我的太太啊是你的徒弟，你要给我好好的管教他一下。他说太太还是太太啊，我在外边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啊，外边的女人就是外边的女人，我不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太太看的。你叫我的太太啊放下100个心，不要做武则天专门她自己可以怎么要叫我怎么就怎么，要想支配我什么就支配我什么。那么这个先生呢是很霸道的了自己在外边呢有了女人呢，而且还要叫我管他的太太。这个我说我说阿弥陀佛，你们家务的事我管不着，我说你的太太呢可能也是很受委屈了，你的太太是不是另外也有外遇，我说你有两个外边两个女朋友，如果你的太太也有两个男朋友的话，你的感觉怎么样？他那怎么可以？他说那怎么可以？我说我说他，你叫他，你的太太是形容他是武则天，你不是变成秦始皇了吗？他听了以后有点不大好意思。外遇带来心理上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不管是男的女的，他有了外遇的话，他没有安全感，而且呢，常常有一种做贼、做小偷的那种心里一种恐惧，没有一种说这个很安全的很自在了时时刻刻都担心着他自己的这个外遇让人家发现，还有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外遇张扬出去的朋友看到了听到了长官听到了看到了都不是很好的事，所以这叫做像猫在偷心一样的这种心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就自己本身呢影响他的健康，心理健康也有问题。站在佛教的立场来讲佛教是不主张而且是禁止，所以男女在夫妻之外，另外有这个所谓外遇的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婚前也不应该有超友谊的一种行为发生，否则的话，这个人就不能修行的了。修行的时候常常在一种恐惧之中。修行的时候常常在一种自己本身心理不平衡的情况下，那就不能修行。所以外遇好像是蛮
蛮享受的哈，蛮自在的。事实上，那不是享受，那是一种刺激。什么刺激呢？是相反的，是一种啊，一种痛苦。夫妻的一方啊发生了外遇，那么另外一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呢？如果是先生见了太太有外遇啊，最好呢，自己要让太太知道，已经呢，丈夫啊知道他有外遇了，可是不要当面刺穿他，当面刺穿，一个很危险，啊，第二个呢，家庭很可能就破裂了，也撕破了脸，不知道怎么办，最好不讲，但是呢，让太太啊用什么方式让太太知道，这个丈夫已经知道太太有了外遇了，这个可能这个婚姻可以啊，可以维系的，家庭还可以啊维持的，那太太可能回来的时候啊，她有一种悔意，这个应该是这个样子处理。如果这个太太啊知道了先生有外遇的话，最好也用这种方式，但是呢，先生往往是这样子的，一不做二不休，你太太不知道的时候呢没有关系，反正不知道，知道的公开就让你知道好了，有什么关系，你要怎么样，我要就离婚好了。那么有这种男人啊，那遇到这种男人的时候，这个太太啊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啊，不要轻言离婚呢、啊、应该呢好好的跟他找机会谈。如果这个先生还有好的朋友，找着先生的好的朋友啊亲戚啊一起来谈，或者是呢由他们谈过以后用间接的方式来谈，不要很快一下子自己的冲突，就这个夫妻的面子就不容易维持。那么如果说是从这个从旁的一种观点来同他谈的时候，一个第三者来帮忙协助的时候，可能呢有挽回的余地。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太太的内心啊一定非常痛苦，要这么理性冷静的来面对是不容易的。那么这时候他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建设？那佛法能够提供他什么帮助？我们说遇到的一切啊，不管是好的坏的呀，都是我们自作自受的，就把它当成是因果吧，你把它当成因果来看吧。还有相反的，不是因果，而是说遇到这样的事是让我有机会来让我成长吧，还有让我有机会来帮助我的先生吧，或者是帮助我的太太吧，我用种种方式来救一个人，当我救人的过程之中，帮助人的过程之中啊，自己本身呢在心理上在人格上就会成长。那也可以说这只啊失之双翼啊，收之啊失之东翼啊，失之东翼收之双翼啊，是这样子啊，塞翁失马也之非福。这个要从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呢调整自己，不要把自己陷入一种真的苦海之中去，不要把自己啊陷入这个醋海之中去，要把自己啊能够客观起来，能够把他自己抽身出来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用智慧来处理。